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8面倒数第二行，从当中看起。经中三辈往生品云：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欲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菩提。此名净心念佛一生之无量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在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这两篇经文分量也相当可观，说明宇宙啊，宇宙怎么出现的前面说过了，宇宙非常的广大，真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大而无外啊，大到什么程度呢？找不到边际啊，就是没有边际啊，小而无内啊，小一微尘里面啊，微尘现代科学称之为粒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的意义随着科学进步啊，时时在修订啊，在半个世纪之前大概认为最小的是基本粒子啊，夸克，现在科技又进步，又发现了夸克还是可以分啊，佛法里面讲的极微之微是决定不能再分啊，那就是这个绝对的境界了啊，没有办法再分了。当然这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么小的一个物质里面啊，佛经上一称里面有世界啊，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科学技术这个电晶体啊，像指甲这么小小的这一片，里面含藏着许许多多的信息啊，感觉的是非常惊讶了啊，殊不知一微尘里面的含藏着有整个宇宙的信息，有整个宇宙啊，不增不减在这里面啊。那么现在科学称这个为微观世界，量子力学啊，称大宇宙为宏观世界。在佛法里面讲，宏观跟微观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宇宙里面一切诸佛的刹土，这就是讲我们现在讲的星系
星球，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啊，这佛怎么知道的？啊，科学总不外乎啊，先以数学来推断，然后用科学仪器去观察，发现啊，释迦牟尼佛要是依中国历史记载，他老人家过世到今年是3037年，啊，3037年，啊，但是外国人呢，只承认他是2500，啊，大概是55年吧，啊，这个相差很大，差不多相差600年了，啊，这些事情我们用不着去考据，没有关系，为什么呢？时间不是真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时间、空间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决定不是事实。所以前面我们读过的，这一章，啊，涉世故今呐，啊，常劫可谓变成一念。一念展开来，可以变成无量劫，啊，这就讲时间可以延长，可以浓缩，啊，这是现在科学还没办法做到，啊，佛法当中这样的灵活的运用，啊，它用的什么？用的是念头，啊，就是意识啊。意识的功能呢太大了啊，对外能够圆整个宇宙啊，对内呢能够圆到阿赖耶，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粒子，能够圆到粒子啊，但是它圆不到自性啊，决定圆不到本性。为什么？你要想真正见到本性，你必须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就见到了。啊，这才见到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问整个宇宙，无论宏观微观，他怎么知道那么清楚？他看到了。啊，怎么看到的？禅定里面看到的。啊，这是什么样的禅定？这是自性本定。啊，我们一般修学的禅定功夫不够，没有这么高的能力。啊，只能看到像现在科学家看到的境界，啊，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如果要见性，啊，看到自性，啊，那必须是要用内功，啊，不能用外面。就禅定功夫，啊，禅定功夫到达了极处，就回归到自性，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生灭，啊，本无动摇，啊，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自性本定，啊，到那个时候呢，你什么都见到了。这样的世界，无论是宏观是微观，我们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呢？全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佛给我们讲的这些宇宙啊，我们过去曾经都在那里住过啊，将来呢，将来也很可能再去住住啊，那你就不能不知道了。啊，这是佛为什么给我们说明的原因啊，真的有机会啊。
啊，如果我们自己修禅定啊，诸位要知道，修禅定是佛法里面一个总的概念。啊，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这个方法门径修什么呢？通通修的禅定。啊，注意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不是说只有禅宗修禅定，那就错了。只要是佛法，都是修的禅定。啊，在用的不同的方法。啊，那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的方法修禅定。方法不同，得到的禅定是一样的。啊，是一桩事情。啊，禅定在本经的经体上，啊，三个大的层次，第一个是清净，啊，禅定是清净心，啊，清净心里面决定没有染污，啊，这是第一个禅定，啊，第二个。这个功夫更深了，平等心啊，菩萨所得到的啊，清净心是阿罗汉所得到的啊，最高的正觉啊，那是佛所得到的，是究竟圆满的禅定啊。我们是用念佛这个方法啊，念佛一定要把妄想分别执着都念掉，这个念佛功夫算成就了啊。那我们今天念的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里头是双重意思，一个是自己的功夫，一个是佛的力量加持你啊，阿弥陀佛帮助你啊，阿弥陀佛确实有这个人啊，极乐世界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星系。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面，不是地球的西面。啊，这个世界是个大世界，啊，叫娑婆世界是个大世界。这个大世界，如果用银河系来说，它有多少个银河系呢？有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样大的一个世界的时候，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叫娑婆世界，在这个大世界的西面，啊，距离多远呢？距离当中有十万亿个佛国土，啊，那么就像这样的大世界有十万亿个，那一边是极乐世界，啊，说起来。这个距离太远太远了，啊！如果你想去的时候，就一念就到了，啊！为什么？《华严经》里头，贤首过师做的《还原观》的这篇论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自信有三种。无比殊胜的等等，第一个就是意念啊，我们讲起心动念，意念念头才动，这个波就周边法界了，等于说我们在那发誓这个信号啊，变法界虚空界啊，给你前头讲的，无论是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全部都收到，一念才起，全部都收到啊！所以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的念头，无论是善念是恶念，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啊，这个波动现象周边呢是相同的啊，都是周边法界
第二个接着会同时发生的畜生无尽，这个畜生这就变化所以一个念头不但自己身心有起变化，整个宇宙都起变化变化了非常微细，你自己有的时候能够觉察到，有的时候觉察不到无论是对自己对环境现在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灾变怎么来的？念头来的，这意念来的现在科学家对于这门东西非常有兴趣他们在研究，真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于什么？对于治疗疾病有很大的帮助，那就开了一个新的机缘了可以不必要用，不必用药物能把所有一切的毛病都能治好那么对外不但地球上这些变化有办法对治乃至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有时候轨道偏离一点，念头都可以帮助它修正这都是事实这个能力从哪来？那是你自己的本能不是从外头来的。我们现在这些能力失掉了，为什么失掉了？迷失了自信诸佛菩萨是觉悟了，我们是迷了诸佛菩萨跟我们没有两样是一样的他是觉而不迷，我们是迷而不觉，问题就是此地所以佛法的教学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你天天学习，慢慢慢慢就觉悟了，就明白了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间才能做主宰那你才得自在问题不是别人帮你解决，自己解决所以佛跟我们的关系是师生关系，他是老师他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些事实真相与我们最有利的，这是我们个人的事情，这不是他的事情就这个总的要晓得那么在本经三杯往生这一品里头，佛家叫品，在我们中国古人的时候叫篇叫章这文字一篇一章在佛法叫一品就等于中国篇章的意思一样就在这一篇或者在这一章经里面是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关键呢是在净心，你的心清不清净你的心里面有杂念就不行这个杂念的这个心呢，它的能量就很微弱，如果清净心呢，那能量就非常强大所以念佛修行修什么？修清净心呢？清净心是自己本有的，你心本来清净我们细心观察婴儿的心很清净你看那小孩刚刚出生还不会走路还不会说话他的心清净，越长大了慢慢污染就越多了，到成年呢那心就是乱七八糟的所以他能力的时候就变成非常微弱小孩这婴儿他能看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能看
啊，你细心观察，他在摇篮里面睡觉，一会儿笑，你看他的表情都在那动，就是他看到很多东西。啊，如果我们的心清净的，像婴儿一样清净的，哎，一般人看不懂去，我们都能看到。啊，所以这个像现在人称为特异功能，哪里是特异？是自己的本能啊，一点都不稀奇啊。啊，所以佛法的修学，无非就是训练我们回归自信，让我们的本能通通觉悟过来，通通恢复它的大用、大能、大用。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佛、菩萨，啊，这都是真正觉悟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经常有一句话说：“可怜悯者。”迷得这么迷惑，干这些傻事，受这些冤枉苦，你不应该受的 啊，这个要懂得啊。所以净土宗的修学，这个一念净心是关键啊。如果真的心清净，心清净没有别的，得放下了。啊，放下什么？什么都得放下。啊，为什么呢？这世间不是真的，假的。啊，所有的这些现象，你要是真正明白了解了，啊，近代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不是真的。啊，佛在经典里面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所谓有为法，就是会变化的，这些东西都叫有为法。啊，我们人会变化。刹那刹那在变化，生老病死啊，动物都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沉住坏空啊，哪一法不是有为法？通通是有为法啊，凡是这些有为法都不是真的啊。佛用四个字去形容它：梦幻泡影啊。做梦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啊，梦中啊这个境界现前的，好像是真的，啊，醒过来之后什么也没有，啊，我们哪一天醒了，啊，这个醒了什么证据，啊，就是我们这个晶体上的清净心，清净心现前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就等于你做梦醒来了，这世界什么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告诉你假的，不是真的。啊，但是你醒不过来呀，你在梦里头啊，真要受罪呀。啊，你真感觉到有苦受啊。啊，醒过来之后晓得，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这个永嘉大师正道过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啊，有六道轮回，觉后空空无大千。那什么境界呢？阿罗汉的境界，啊，不算很高。啊，菩萨要觉悟了，把妄想分别放下了，四圣法界也没有了。啊，六道之外的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也不是真的。啊，这个四个通通都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通通放下了。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
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境界，叫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在这个宇宙当中很多，数不清呐。啊，我们修行到某一个阶段，它跟某一些这个星球相应。啊，哪个地方有缘，你就到那去了。啊，住的时间长久不定，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时间很短，啊，人的寿命不过100岁的样子，100岁是很短的，啊，那么有些世界的时候，要是用我们这个时间来算的话，有几千岁的，有几万岁的，啊，乃至于几百万岁的都有，啊，所以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啊，大乘教里面讲的多，讲的清楚啊。啊，那我们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回归自信的方法，是用念佛，智持名号啊，就是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它是信的，它是自信的名号。啊，阿弥陀佛是梵语，啊，翻成中国不是不能翻，可以翻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阿弥陀佛什么意思？无量觉。啊，也就是说，没有一样你不觉，你真的圆圆满满的觉悟。啊，是这个意思。圆圆满满觉悟是自己的自信，不是别的东西。啊，是自己。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回归自信，他证得无量觉了。啊，他在帮助我们。啊，我们希望证得。啊，他帮助我们。啊，谁念阿弥陀佛，是念他，也是念自己，自他不二啊！啊，自他是一体呀、啊，这前面讲了很多啊，啊，确确实实是一体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不能有分别心啊，要有他佛，要有我佛，这就麻烦了，把自己念佛的这个清净心破坏了。清净心里怎么有自他呢？啊，自他就把清净心染污了，不清净了。啊，所以念佛的时候，自他的念头都没有。这叫真的会念呐、啊！啊，念的时候才会有感应呐、啊！啊，有自由他，念佛还是比不念好了，但是那个能量就降得很低很低啊，所以念了很多年呢都没有感应，道理就在此地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得一念即起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扎根重要啊，这不扎根怎么行呢？啊，根是什么？根是戒律。啊，现在佛教衰了，衰的等于零了，你可悲不可悲？啊，在家同修，十善业做不到；出家的同修，沙弥律也做不到。啊。十善业道跟沙弥律是最基础的戒律，这个做不到了，其他一切都没有了。像一棵大树也是根啊，根没有哪来的本呢？哪来的枝叶？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历朝历代的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真的有成就啊！现在这些成就看不到了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它没有根从前的根。从小扎的你要是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你就明白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中国人懂得教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没有别的，就是讲教育教育讲好，这桩事情做好了，什么事都解决了，就叫了好人嘛。人都是人人都是好人，什么制度都没关系，再不好的制度，好人还是做出好事。再好的制度不是好人，还是出毛病。中国教育怎么教的？母亲怀孕就教啊，叫胎教啊。这世界上找不到的西方人用的催眠术把一个人催眠叫你回去，回到你的童年你现在3岁了，2岁了，1岁了你现在在母亲子宫里面什么样子，让他说出来，他都能说得出来这才发现呢。这胎儿在母胎里面呢，他有知觉他有感受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知道，头脑清醒得很母亲的思想母亲的动作他都有影响，都有感受所以中国古人是讲从胎教，小孩出生下来第一任的老师是叫妈妈了，妈妈叫什么？叫《弟子规》，不是叫他念。母亲要把《弟子规》做个婴儿看。他一出生，眼睛张开了，耳朵竖起了，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了。所以从出生到3岁这1000天，这叫扎根教育。这根是怎么扎下来的？这个1000天3岁凡是不正当的东西不能看，不能给他看到，不能给他听到，就是邪恶的东西都不可以，不能让他接触到妈妈要把他看看好，他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正法都是纯正的，他从这养成的我们中国过去谚语有所谓呀，3岁也看80。这1000天的教育的时候，到80岁都不会变那个根扎得多深，扎得多稳呐！6、7岁上学，就上私塾，老师做榜样给他看。父母做到了，老师做到了。他信心坚定老师不但做出来给他看，还把为什么要这样做，把道理讲给他听慢慢他都懂得了。这扎根教育现在没有了我们想想看，咱们中国扎根教育至少丢掉了100年了，一个世纪了4代到5代了，现在在恢复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不是不能恢复能恢复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底蕴很深我们过去在汤池做了不到半年效果卓著，这就证明
传统底蕴很深，人是有良心的，啊，就是没有人教他，没人带头，啊，一教一带，马上就恢复，啊，拯救今天的社会，啊，化解冲突危机，真的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也就是要靠中国这个扎根教育，啊，扎根教育三个根呐，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儒的根《弟子规》，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是《三业道》，这三样东西都很薄，文字都不多，扎根教育，啊，所以你不从这上扎根，你就没办法持戒，啊，所以在家同修。十善业道做不到，啊！十善业道经讲过，讲得很详细，做不到啊！那为什么呢？没有弟子规，没有感应篇。如果有弟子规，有感应篇，十善业道是驾轻就熟，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原因在此地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责备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没过失，啊！做什么样的坏事都不能说他有过失，他没学啊，没学要加之于罪，这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啊，所以要能够原谅人啊。出家这个沙弥利做不到，这当然的嘛。啊，儒跟佛道家也不例外。啊，儒释道根真的是一个。啊，这一个什么就是孝。啊，所以中国文化用一个字来说，孝文化。这全世界没有的。啊，那个孝字是什么？孝字就表示宇宙人生跟自己是一体。啊，文字是符号啊，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啊，你看孝这个字上面是老子，下面是子子，啊，合起来。上一代跟下一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是一体。它是叫你会意，你懂得这个字的意思。啊，过去未来现在是一体，那恒的呢，十方世界是一体，啊，佛法里面讲数穷三际，恒遍十方啊，是一个字体，啊，所以人与人他要亲爱，啊，这个人害我，啊，侮辱我，陷害我，那我对他怎么样？我对他爱他了，为什么？他迷惑不知道我们是一体，我知道他跟我是一体啊。啊，那我能去恨他吗？我能去报复他吗？错了，错得太离谱了。啊，舌头跟牙齿是一体，牙齿咬了舌头吗？舌头恨不恨他？舌头要不要报向牙齿报复？没有啊，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啊，所以这就跟迷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修忍辱行，被割力王割截身体，你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这是多么痛苦的这样事情，伤害啊。忍辱仙人有没有去恨这个冤家呢？没有，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啊。而且还告诉他，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啊。这仙人说话算话了啊，以后他成佛了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郭力王是谁呢？就是乔成儒尊者啊。
佛教化的学生当中，第一个成就的证阿罗汉果的夏真如，就是当年的格里王，没有一点怨恨为什么呢？一体，比一家人还要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爱心是从这里出来的，是从真心里面、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从哪里学的，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这个总的要知道。这几句话是告诉我的，你用什么心念佛？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在用什么心生活？你用什么心工作？你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你在世间跟诸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了，你真的是在学佛。用清净心，清净心里头有真爱真的慈悲。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还有我你呀他的，这不行啊！这是迷惑，这不是觉悟觉悟这些界限全都没有了那么要到极乐世界去。实在讲很简单就是要用清净心去念佛这个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国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就得不退无上菩提这个不退无上菩提是跟阿弥陀佛所证得的平等也就是一般人讲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因为关口总是第一关最难破第一关就是清净心，清净心得到了，后面的平等觉就不难了头一关最难为什么呢？你要破我执决定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果。什么是果呢？整个宇宙是果。你要肯定这一点。整个宇宙是果。我们中国古人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仁者无敌。仁慈的人无敌。无敌是什么？没有对立，你要跟人有对立，你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你要跟事对立，跟一切法对立，那都不是仁慈的人。仁者没有对立了。佛法开头就得学这个，学什么？学不跟人对立，要破这个。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在过去参加过十几次国际和平的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开了30多年，1970年开始联合国就召开这个会议这世界是越开越乱连这些参加开会的人信心都没有了，都开掉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放下对立我有这么个机会去参与我们懂得了佛告诉我们破除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第二个边界，边界就是对立，就是两边，两边错误的，没有两边的，哪有两边
那自己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本身的矛盾没有解决，你怎么能帮助别人解决矛盾？啊，我是当年这格雷菲斯大学找我，啊，跟他们和平学院的教授，啊，开了2次座谈会，啊，我把佛法当中的方法告诉大家了，这大家的闻所未闻呐，啊，冲突在哪里？冲突的根在自己本身。啊，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一说的你明白。本性跟习性的冲突，本性是本善，习性不善，善跟不善，这事情内里面的事情啊，不是外头的。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你就没有办法解决外头问题。啊，可是西方人很难懂，什么叫本性习性，他搞不懂。啊，我们这里举例子，啊，比如说利益现前，啊，利益现前，你是想到自利还是想到利他？大家都说，那当然想到自利呀。哦，我说那冲突起来了，啊，我想利益我，你想利益你，这冲突不就起来了吗？那你怎么能化解冲突？应该怎么样？反过来想，利当前，首先想到利他。人人都想到利他，问题不解决就没有了吗？啊，那个时候美国总统是布什啊，啊，布什，你看在演说的时候，一开口就说，如果对我美国的利益，他都没想到别的国家利益。啊，这是制造冲突啊，这哪里是化解冲突呢？啊，我也跟他劝过，就见过面也劝过他。啊，劝过他还不错，他也能接受，但是他做不到。啊，这其中因素很多，很复杂，啊，我们也能够理解。啊，所以这是念佛决定的生净土。啊，我们今天讲生净土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已明啊。啊，现在地球上麻烦很多，这已明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个地方没有灾难了。啊，可是那个地方的条件是清净心。啊，如果我们心不清净的，你去不了。心清净的，自自然然与他去感应。为什么？那个世界是清净心变的，啊，今天这个地球是不清净心变的，就这么回事情。啊，这是说明静心念佛一生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啊，关键在静心。那你就晓得。如果用平等心念佛一生，那个功德就无比殊胜，那超越这个太多了。啊，清净平等是真正的德行啊，是真正的功夫啊。又大愿中有文明得福愿，十方众生。以文明故，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这些都是属于48愿。啊，佛宝。真正的福报，是清净善知识。
啊，《弟子规》总序里头都讲得很清楚啊。泛爱众而亲仁，啊，这两句话要用佛法来解释，这就非常圆满了。啊，所以汤恩比说，中国人心量大，能够包容异族的文化。啊，印度是我们异族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一族的，就外国文化了，中国人能接受，能包容。啊，而佛教文化呢，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拿佛经来解释啊。啊，佛经来解释泛爱众啊，啊，那这个意味就长了。啊，佛家讲众。众不是这样的人，啊，众什么意思呢？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啊，用现在话就是许许多多不同条件之下发生的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叫众生。啊，我们人是符合这个定义。啊，人是由物质、精神啊和合而现的现象。啊，物质，佛家讲四大啊，地、水、火、风四大了啊，物质现象啊，地、水、火、风是什么意思？啊，地它是个物质，你能看得见它。啊，用地来代表，它是物质。啊，水大，火大。啊，水是湿度，火是温度。啊，这一个物质的时候，它一定有湿度，有温度。啊，现在不讲湿度，科学家说讲带电。啊，阳电火大，阴电就是水大。啊，风大是什么？风大动的，它不是静止的，啊，它是波动的现象，它不停在那里动，啊，它没有停止的时候，物质现象啊，地水火风啊，啊，物质里头一定有精神，啊，精神是什么呢？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从哪里来的？是自性里面的见闻觉知，在自性里面叫见闻觉知，在阿赖耶里面呢就叫受想行识。啊，阿赖耶迷了嘛？迷了的时候，就把这个现象，把见闻觉知啊变成了受想行识。你有感受，啊，你有思想，你有执着，行是执着。啊，那最后那个识呢？识我们用现在话是记忆。啊，这个记忆的时候不会灭。啊，等于说你有一个资料库，它储存在那里，它不会消失掉。啊，它有这个现象啊。啊，再小的物质都有这个现象。啊，都有这种现象，啊，所以整个宇宙啊是个有机体呀，活活泼泼的，没有死东西啊，啊，石头有没有受想行识？有，啊，所有一切矿物质通通都有受想行识，所以精神跟物质是永远分不开的，啊，物质从哪里呢？物质是精神累积。啊，一个波动的连续的现象，这是现在量子力学讲的，啊，跟佛法讲的相同啊，啊，佛法你看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物质现象怎么来的？念头来的，啊，他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
行皆有实，实就是精神现象。啊，从念到物质到精神，几乎是同时。啊，太快了！啊，这是全宇宙的起源呢。啊，所以你要晓得，真的是一体，不是。佛在这里说妄语啊，这跟你讲真的，事实真相如此啊。啊，所以佛是什么？佛是觉悟啊。啊，佛当年在世，一生帮助人。啊，用什么方法？教育，一辈子教育，而且是教员，他没有做过校长。啊，学生虽然多，我们一般估计至少有3000人左右的样子。啊，长随弟子是1250人。啊，是长随的，跟到不离开的，那临时来参加的一定比这个多。啊，这是他学生，他并没有把学生组织起来，也没有把学生分班，没有。像中国过去私塾教学，啊，一个老师带一群学生，啊，49年如一日啊，啊，没有校舍，他没有去建个学校没有啊，啊，他们是游牧民族啊，啊，晚上住在树底下，啊，在树底下打坐。啊，休息一下。啊，所以这一些人，无论在家出家是长随是临时的，啊，都有的定功。啊，没有点定功啊，不行的。啊，也就是心地都很清净。啊，这样跟着释迦牟尼佛，这个得福啊，这福报大了。啊，这亲近善知识啊，啊，这泛爱众啊，泛是平等的、普遍的。啊，你看，动物是中原后合而生，植物也是的，矿物也是的。啊，那我们爱人，爱一切动物，蚊虫蚂蚁都爱。花草树木也爱啊，山河大地也爱啊，啊，自然现象没有一样不爱啊，泛爱众，你看这个爱的范围多大。啊，有不少同学听到我讲的，依照我的话去做，哎，做得很成功。啊，就对着小动物。啊，蚊虫蚂蚁，你给它不会咬你，它不会伤害你。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互不干扰。啊，家里小动物很多，啊，它有它生活的空间，我们有我们生活空间。啊，虽然在一起互不侵犯。啊，我们在澳洲自己有个菜园，啊，我们菜园也不小，种的品种有70种，啊，我们的果木树就30多种，啊，菜长得好，啊，为什么呢？天天都跟他交流啊，沟通啊，啊，我们爱他了，他也爱我们了，啊，小虫去吃菜。我们跟小虫沟通，啊，我们的菜园一定划一个区，专门供养你，啊，你们要吃都到那边，那边菜我们也很用心的照顾，啊，确确实实，他们确实遵守约定，比人好相处，真听话。
啊，绝对不会越过界限。啊，十年如一日啊！啊，小鸟，你要果上吃树吃果木啊，我们跟他约定，也指定几棵树，这个树是供养你们的，那上面树上果实你们可以吃，没有指定的，那要留给我们，通通遵守约定。 啊，我们做成功了，很多同学听着我话，他们自己做实验也成功了。啊，说明我们要泛爱众，啊，才能真正有啊幸福、啊平安圆满的生活。啊，我们对于动物、 植物、山河大地要用爱心去照顾，啊，山河大地照顾得好，就不会有地震了，不会有水灾旱灾呀，啊，是你不知道照顾他们了，你跟他们对立了，那对立你还要破坏它了，就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它报复你呀，这个麻烦就来了。 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懂得道理之后，今天这个地球的灾难有方法处理，有方法化解。啊，或者你说这佛法真的要普及，不普及，他们不相信。啊，他说我们这个是宗教，是迷信，啊，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好了。 你去破坏环境，环境来报复你，那灾难都来了。啊，二亲人，亲人是大福报啊，人是仁慈的人，啊，在佛法里面称仁者，仁者是对谁称菩萨，啊，仁者是称菩萨。 啊，对菩萨的敬称呐，啊，清净有德行，啊，仁慈的这些人，啊，这些人确确实实，啊，他自己修行，他也能够帮助别人，啊，这是真正有福。 那么佛诸佛菩萨劝我们，在整个宇宙里面，啊，最仁慈的，是阿弥陀佛。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亲近他。啊，极乐世界很特殊。给诸位说，极乐世界没政治。你们看看经典上，释迦牟尼佛没有告诉你，极乐世界有国王。 有总统没有？没有。啊，极乐世界有没有县市长？没有。极乐世界里面很单纯，只有两种人身份，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啊，所以那个地方是个学校啊，啊，规模很大的学校啊，啊，十方一切诸佛都在那个地方。 讲学啊，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所以十方佛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身份，都是教员身份啊。阿弥陀佛本身也是教员身份，哎，为什么呢？平等世界啊，真的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那个地方是真做到了。 啊，现在大家这个喜欢修六合好啊，因为极乐世界是六合境的道场，我们在这里学，跟极乐世界就相应。啊，所以修六合境最重要的，不能有对立的念头。
有对立就不好了。啊，不能有自私自利念头，有自私和就破坏了。啊，所以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对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就好了。啊，六合就可以做到了。啊，六合为什么做不到？这十六个字不容易放下。啊，放下就做到了。啊，文明得福啊，文明已经得福了。为什么呢？结了缘了。你跟极乐世界有缘，你跟阿弥陀佛有缘啊，你就有福了。有缘进一步，你就会亲近他，你就会接受他的教诲，他就真正帮助你破迷开悟啊！佛对一切众生慈悲救济，用什么方法？用教学。为什么要用教学？啊，佛知道一切众生苦难从哪里来的？苦难从迷惑来的，因为你迷失自信，所以你的想法错误，你的看法错误，你思想错误，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就造成了冤冤相报啊！你看，给人冤冤相报，给动物冤冤相报，跟植物冤冤相报，跟山河大地冤冤相报，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啊，跟人的冤冤相报，这战争啊！啊，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信息，啊，美国在准备部署最新的这个飞弹，啊，这个飞弹的射程是全球每一个点它都能达到。啊，换一句话说，把全世界都控制在他飞弹射程之内，这个念头不好啊！怎么可以这样做法？啊，动这么一个念头，啊，人的念头太重要了。你造的这个业，这个世间人没办法对付你。老天爷来管你了，啊，实际上老天爷还是你自更深一层，啊，是你意念在造业，啊，意念也会把你毁掉，啊，我们知道，这科学家讲的，大概是在5万年到6万年之前，啊，大西洋有个国家，科技也是发达到非常，比我们现在还要高。啊，亚特兰提斯，啊，整个大陆啊沉到海底，啊，这个念头太可怕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啊，这就是人与人对立了，造成不和啊，啊，那现在。人与植物对立，啊，怎么跟植物对立？你用的化肥，你用的这些农药，啊，这不是杀害那些病害虫啊，连植物本身都遭到灾害。所以现在这一些植物啊，看起来是很好看，营养价值跟从前
相比恐怕损失了一大半。这就是什么呢？植物他来报复你啊。啊，这动物报复，你现在这些人吃这些肉，这肉能吃吗？你吃了它，它也要你的命。啊，还是人为的。啊，你要让这些动物加快的生产。啊，给它注射这些荷尔蒙，帮助它赶快长大。他的生命的时候也遭受破坏了，啊，所以带着很许许多多的病菌，你吃了它，今天什么奇奇怪怪病都发生，祸从口入，啊，病从口入啊，啊，这是他对你的报复啊。那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不敢吃了。啊，好像30-40年前我有一次在山东庆云，啊，齐居士要我到他家乡去玩，啊，看到一个养鸭的一个机构，啊，带我去参观，啊，看他的小鸭，啊，里面的主管把小鸭提了一只放在我手掌上，跟我手掌一样大，啊，就这么长，啊，很大的一个小鸭了，啊，他问我，这法师你看看，这个小鸭出生多少天了？我估计啊。至少10天，他告诉我昨天出生，我吓一跳啊！从来没见过昨天出生的，今天长这么大。我问他：“你这只鸭子长大了，卖到市场需要多少天？”2个星期。我们从前在家乡养鸭子，养那么大，至少养半年。这还能吃吗？他告诉我，北京烤鸭1/3他们提供的。我回头告诉大家，不能吃了，要你命啊！你要他的命，他就要你的命啊！啊，山河大地，你对不起他。啊，任意的去开采，去破坏，把自然生态破坏了，山河大地也报复你。地震、洪水、旱灾，啊，这些麻烦是他来报复你。你怎么对待他，他怎么报复你？他不是死的呀！啊，一块泥土、一粒沙尘，不是死的，他是有机体呀，他有受想行识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啊，这个事实真相，佛在大乘经里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就讲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细细去观察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啊，30岁开悟。啊，孔夫子也是如此，受无由至于学32立。啊，释迦牟尼佛也是讲的32立啊。啊，开悟之后就从事于教学，教一辈子啊。啊，79岁走的。啊，讲经教学49年。啊，乐此不疲啊，啊，这个事情真快乐啊。当年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啊，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天天不忘老师，我这一生活得这么自在，活得这么快乐，这路他指的，他要不指的话，我这一生可能苦不堪言了。哪有这样幸福快乐的生活？一生教学，守住自己的本位，职业教师。做教员不是做校长。释迦牟尼佛一生做教员得大自在。我们把它认识清楚教的是什么？普世的教育，不外乎伦理、道德、因果。这个教育在社会上普遍推动，可以得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少数人还要向上提升，那是哲学跟科学，佛经里面高等哲学、高等科学。我当年跟方老师的时候是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锲而不舍。从他老人家介绍到今天，59年了。59年发现。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你看现在的科学，往宏观的世界，达不到《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华藏世界》《世界成就篇》，还没达到这个境界。讲到微观量子力学，没有讲到自性，只讲到阿赖耶。算是很了不起了。量子力学讲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嘛。名字不同，一个意思。阿赖耶的业相，就是科学家讲的能量。阿赖耶的转向就是信息。境界相就是物质。逐渐逐渐呢，哲学、科学跟佛法融合成一体了。所以我们要把它认识清，它不是宗教。与宗教风马牛不相干。今天把佛教看到是宗教，是很大的一个误会。但是我们不能怪他。为什么呢？现在出家人所作所为真的是宗教。你不学经了吗？你不教学了吗？释迦牟尼佛希望他的弟子的时候传承他的这个道与法了。你真正修学，你真正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给人听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搞明白，要澄清。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对得起释迦牟尼佛？这个世出世间最好的教育，从个人的身心健康，不需要任何医药的，你能够恢复正常活到200岁。还像20-30岁一样那么活泼，但你真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的。不需要用医药
那这对自个人的好处啊，对社会的好处，对国家的好处，啊，对整个人类的好处，无与伦比。啊，你也把它贬到宗教，啊，说它是迷信，让大家怎么样，不愿意接触它。这么好的东西，你接触不到，你没福啊。真的是没有福报啊！啊，我非常幸运的碰到方老师，不是方老师，我也认为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啊，也是不愿意碰到他。啊，我跟方老师学那一年，我26岁，接触到之后啊，很后悔，为什么不16岁碰到？啊，26岁才碰到，啊，但是还算不错，啊，老天给我延长寿命，啊，我能把大乘经教里面这一些秘密也，发现了，啊，这古人讲的“朝闻道，夕思可矣”呀，啊，明白了，不是糊涂了。这后头这一句好，你看呢？啊，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啊，底下呢，常修殊胜梵恨，哦，这一句了不起了。那，这是说你来生，我们中国人讲啊，得无比殊胜的大福报。这个福报不是讲你有钱，不是讲你有势，啊，你做的很大官，不是的。佛法不讲这些。释迦牟尼佛是王子，他要不出家，继承王位，啊，完全舍弃掉了。啊，为什么？做一个国王。好过吧，你利益这一个国家了。他从此于教学，他突破这个界限，他教化天下众生。你说这个多有意义，这个多快乐啊！哪里是做国王能够相比的啊？当年佛陀在世，印度16大国王。都他学生，都跟他学的啊！大夫长者啊，做他学生人很多啊，他要什么都有啊，他什么都不要啊，那连一栋房子都不要啊，他晚上住哪？住树底下？你说他住自在啊？走的时候。不是在房子里面走的，在树林下面。啊，做给谁看？做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后来的学生要好好向他学习。啊，真正写得干干净净。啊，念念为众生想，为苦难众生想。只有用教学的方法帮助他破迷开悟啊，所有的苦都是迷，从迷来的啊，就是说你想错了，你说错了，你看错了，你做错了，你受的那个苦也是错了，冤枉受的啊，六道里头三恶道从哪里？自己造的，自己造不善的业，感得的果报。啊，天堂三善道从哪里？是你自己造的善业感得的。
啊，所以我们讲都是消业，三善道消你的善业，三恶道呢消你的恶业。你要造业嘛，那你不造业呢，六道就没有了。啊，清净心现前不造业了，证阿罗汉果得正觉了，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像一场梦一样，你从这个梦中醒悟过来了。啊，可是还有很多人在里面，还在做这个噩梦。啊，你能不能去？能去。啊，那你去就不是来受报的了。你去干什么？你去是教导他们。啊，以善巧方便的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赶快醒过来。啊，别做噩梦了。就这个意思。啊，凡是在六道一定要知道。啊，做噩梦的时间长，做好梦的时间短，这肯定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并不好玩，啊，现在人家都讲游戏嘛，不要在这游戏，这里还游戏，这不是好玩的地方，啊，我们就跟佛菩萨在一起，啊，所以这常修反省，就是我们讲三福，啊，六合。六度十愿，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啊，三福，从三福当中，我们就知道，啊，什么是佛法？佛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啊，这个是佛为普世教学来说。说的不高，啊，是讲伦理道德，啊，三福十三条，一共十一句，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在这么多年，提倡扎三个根。把儒跟道都放进去了，有些人不明了，啊，责备我，我不是一个纯学佛的，怎么还学儒学道？那说这些话的人，当然，他根本就不了解大乘，大乘是一体的，没分的。还要有分的这个念头的时候，不是大乘了，那怎么会是一体呢？啊，其实我这个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就在刚才讲的第一福。你看，孝亲尊师怎么做啊？落实《弟子规》，孝亲尊师做到了，那是佛教上找得到根据啊。啊，慈心不杀。是因果教育啊！你不杀他，他也不杀你；你爱他，他也爱你。我们现在跟动物啊，就达成这种交流啊！啊，非常和睦啊！啊，因果教育，太上感应篇了啊！后面两句是善业道。啊，修持善业，所以这个第一个福，这是基础，啊，根本的根本，啊，必须要具备这个条件，才能做佛弟子，做佛的学生，啊，跟佛学习，得有前面这第一条三个根啊，你看第二再会小乘，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句，这是你入门。你没有前面第一条的基础，你入不了门呐。啊，我说话有根据，不是随便说的，不是胡造谣言啊。
啊，第三福那提升了。啊，你能把戒修好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第二条是持戒，无论在家出家，一定从戒律上下手。啊，你看到第三福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个四句前面三句是自律啊，你要发心，你要深信因果啊，你要学习大乘啊。最后一条呢，劝进行者，你要讲给别人听，你要教化众生啊。最后一句是叫你要劝化众生。要跟佛一样，自己修成了要帮助别人。啊，佛在后头说了，这三条叫三种福报，啊，三种敬业，啊，它是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啊，一切这个学习最后成佛的，都是以这三个为根本。所以这三条是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宗门教下、贤教密教最高指导原则，你能够疏忽吗？你疏忽了你怎么会成就？不可能嘛。那只要你是跟释迦牟尼佛学，你就得遵守这个原则啊，然后你才能进一步学习大乘啊。我们今天，这一段文好啊，这一段是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把《华严经》的实学啊来讲，《无量寿经》上也具足啊，了不起啊！《无量寿》跟《华严》无二无别，实学要是通达了，什么障碍都没有。你到这个境界，什么都通了啊！真正是题目上讲的圆明具德了。啊，一切障碍全部破掉了，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个根，一个本，一个原理，啊，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大家不学，你说多可惜，啊，我本来不想讲华严经，经太长了。啊，你看我们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啊？1/5。那这部经讲下来要20000多个钟点呢。那么大家知道了，《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也就是小华严经，华严经的这个精要精华。啊，所以我都希望讲这一部啊。那为什么讲了个大经？三个人找我，很慈悲啊。头一个是台湾的一位法师啊，找了我很多次啊，希望我讲这部经。他说：“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啊，第二个找我，这是北京的黄念祖老居士。我们认识之后，他就劝我，啊，无论如何，希望把华严讲一遍，啊，留给后人做参考。啊，第三个，韩严居士，他在临走的前两天。
啊，求我讲这部经，啊，他病重了嘛，我希望他病好嘛，就答应他了。前面两位大德找我求我讲，我没答应。啊，这是讲经的因缘呐。啊，所以佛法的修行呢，跟中国祖宗一教完全相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给这个中国传统祖宗讲的，啊，教之道贵以专，是一个思想。啊，你一门深入，决定就通，通了，法法都通。啊，所以1999年。我在新加坡团结九个宗教，啊，我根据什么道理？就是《华严经》讲的圆融，啊，九个宗教是一个根，你只要把根找到，还有什么问题？啊，你从枝叶上看是九个。你从根上看是一个，所以他能团结啊！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根都是一个，根是本心本善，那是根呐。人离不开这个根，所有动物还是这个根。再给诸位说，天地鬼神也是这个根啊，所有一切动植物依旧是这个根，山河大地也是这个根，同一个根。这个在佛法里面讲法身呐、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呀，六无为一然。我在我华严经上念的 啊，这都是说明事实真相啊。所以三福六合啊，六合最重要的是见合同体啊，用现代的话说，建立共识啊。共识建立在哪里呢？啊，一普通一般讲，建立在敬业三福这普通讲啊。现在我们讲的深呢、啊，我们讲的究竟呢、啊？啊，我们是用华严呢、啊，用还原观呢、啊，啊，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宇宙一切众生是一体，建立在这个思想上，一体。啊，贤首大师一篇论文啊，望经还原观啊，一体，从一体起二用，这个二用就是宇宙的发生啊。我从哪里来的？我跟宇宙同时发生的啊，我是正报，宇宙是依报啊，同时发生啊，一生一切生呐、啊！啊，这一桩事情便被现在量子证明了。啊，但是量子没有说它的三种的作用，啊，三种周边，这量子没说到。啊，任何一个物质，啊，它都是动的。它不是静的，那就基本的历史是动的，啊，这个动就是波动现象，而这波动能量有多大呢？这一动就变法界虚空界，所以它比电、比光快得太多了，啊，
太阳光到我们地球还得8分钟啊！啊，我们动这一个念头的时候，立刻周边法界。无论是你有念无念，有意无意，啊，这个能量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啊，第二是出生无尽，就变幻无穷。啊，这个出生无尽，我们初学的时候想很久想不通啊。啊，所以有一天忽然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我说万花筒，很多人送我，现在我有20多个万花筒了。你搞这个很简单呢，啊，三片玻璃里面几张碎纸片，啊，不同颜色，啊，你给它转动，它自动要是动，啊，里面的图案，啊，变幻无穷。啊，你天天转转一个星期，找不到两个一样的图案。畜生无尽，不就是这个这种现象吗？真的畜生无尽啊！啊，第三个很重要，含容空有。啊，这是讲心量。啊。佛经里头常常有两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你本来的心量。你看你度量多大？啊，我们中国古人讲“量大佛大”。啊，没有容人之量之人很可怜的，啊，很孤单的，量大佛大了，能包容。啊，能容虚空，啊，能含虚空，能容万有，没有一样不包在里面。啊，我们的恢复啊，那为什么放下嘛？放下不就没事了吗？啊，所有的麻烦都是你放不下，放不下你的执着，放不下你的分别。啊，放不下你的起心动念，麻烦都出在这儿。啊，佛家修行总纲领、总原则没有别的，就像你放下。啊，所以我第一次跟张家老师见面，啊，是我一生头一次跟出家人见面。啊，因为在没有不知道佛法之前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佛教碰都不碰的，啊，从来也不到寺庙去，啊，跟出家人没有往来，啊，方老师一介绍，啊，有人介绍我认识张家老师，啊，那一年26岁嘛，见面头一句话就向他请教，说方先生告诉我。佛法我了解了，他不是迷信，啊，他是大学问。我说有没有方法让我很快能起入？啊，我提出这一个问题，年轻嘛，啊，总还有一点心浮气躁那个意思。啊，所以张家大师听到他不说话，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钟头。啊，我等他答复。啊，等了半个钟头，他说了一个字。啊，实在讲，我才真正20年之后才明白，为什么他当时不答复。心浮气躁啊，一定要等你什么？等你这个心境完全平定下来，给你讲才管用啊。所以我遇到这么样一个教学的经验啊，他说了一个字“有”，我们的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了。这一振作起来，心又动了，他又不说了。啊，这一次停大概停了7、8分钟，没那么长了。但那7、8分钟告诉我，
看得破，放得下。讲六个字，他讲得很慢，非常有力量，一个字一个字的讲。啊，看得破，放得下。啊，这个缘结了之后，啊，大师对我就很有缘分，啊，让我每个星期去看他。啊，他每个星期都要给我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所以我学佛的根基是在他那奠定的。我跟他三年，他老人家走了，啊，我跟他那一年，他65岁，68岁走的。这个根扎得稳了，啊，以后我才真正明了啊，佛法从初发心到最后成佛，用什么方法？就是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再看破，就是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到最后的境界。啊，看破什么？是明了。对事实真相明了，明了你才会放下，放下了你更明了。啊，你要不放下，那就是你的障碍。你要想向上提升，那非放下不可。啊，放到没有东西放了，啊，还得要放下。啊，这老师头一天告诉我的，我非常感激他了，他跟我讲真话了，没有拐弯抹角，没有谈玄说妙啊，啊，那么样简单，那么干脆，啊，让我在这个心情完全定下来，啊，才说话，啊，我们这个才知道这个教学方法厉害，啊，让你说一生不会忘记，让你有深刻的印象。啊，不是像一般的这法师，你问他问题，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说完之后问你什么都不知道，都忘掉了。啊，所以张家大师是个很好的典范。啊，真的像佛经上讲说的，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你跟他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字废话，他说话很慢，啊，句子很简短，非常有力量，啊，真善知识啊，啊，这泛爱众而亲仁，这样的善知识真不容易啊，啊，可是很多人认为什么呢？那是宗教，那是迷信，不愿意接触。啊，学佛的人，那是密宗。啊，那还有人说那是政治和尚。你说多可惜，那是没福报嘛。啊，大师在清朝时候是封为国师。啊，帝王的老师，啊，在民国年间，啊，国民党政府的时候，啊，这是请他做资政，啊，总统府的资政，所以人家说他是政治和尚，不愿意接触。以后往生活化之后。10000多颗舍利，哦，大家看到呆了，都后悔了。哎呀，没有亲近他老人家，啊，那是证明啊！啊，往生之后留10000多舍利，啊，大的舍利，啊，大概像绿豆那么大以上的，2000多颗。啊，非常非常难得。
啊，所以六合啊，这个见合同解，这是根，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那我们现在学无量寿经啊，以无量寿经一时学，这个好比三福还要精彩。善学是戒定慧善学啊，不能不循序渐进啊。六度就是放下，菩萨学的啊。布施是什么呢？布施教你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啊，这是菩萨修学的。啊，持戒就是守规矩，在佛法里面，啊，舍善、三规、五戒，啊，到沙弥十戒，必须要遵守。啊，在我们世间。啊，传统文化里面的戒律，啊，用佛家的话说戒律，什么五伦是戒，五常是戒，四维是戒，八德是戒。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这个人是君子啊。啊，觉悟了，他是贤人，他是圣人。啊，中国从前的教育，啊，教学的目的是什么？教学目的是教你做圣人，志在圣贤呐。这是教育的宗旨啊！啊，不是叫你升官发财。不是叫你贪图享受，不是啊。你要是圣贤的话，你那个享受是超过世间人。啊，佛门有一句话说，啊，世味哪有乏味呢？就是世间享受，世间的快乐，要跟圣贤，要跟佛菩萨比，差太远了，怎么比也比不上啊。啊，而且世间这些享受的时候，通通有副作用，有后遗症。啊，圣贤跟佛法就没有，绝对没有后遗症。啊，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什么东西？学伦理，学道德。啊，也就是说，学无伦，啊，学无常，学四维八德。你真正学的时候，快乐。那个落实自信里头的啊，在佛法里面学戒定慧啊，学菩萨六波罗蜜啊，他快乐无比。那不快乐，释迦牟尼佛怎么会干这种傻事啊？啊，我跟大家做证明啊，我学佛。明年六十年了，也驾此了啊！我非常感激老师，为什么呢？这一生过得真正幸福快乐啊！我在国外传讲，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啊！一般人讲，从身上我们有压力，精神没有压力，你说多快乐啊！没有烦心的事情。没有操心的事情，没有牵挂的事情，没有忧虑的事情。那世间人有的我全没有，你说我都快乐。那从哪里来的？圣教里头来的。啊，过这种生活
在这个世界不容易啊，感恩老师啊！啊，堂堂课我都不离开老师，我把老师照片都挂在那里。啊，我在这里学习，跟大家分享报告。那你看，老师都笑眯眯的，你仔细看，他们都在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到这里。